现在要来示范的是如何拆 Gear S2 的表带。在拆表带之前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Gear S2 的表身设计。Gear S2 提供两款表带可以选择，那以我手腕为13公分为例，我戴的是 S 号的表带，大概扣到第二格或第三格之间都 OK， 那中间留下的空隙大概是这样子。以目前的智慧型手表来说，算是比较合手的一款选择。那拆表带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这边有一个扣环，只要这样子拉开拔起来就可以把表带拆下来了。装上去的方式一样，只要这样子插进去，听到咔啦一声就是成功的装上去了，这样就完成了 Gear S2 表带的拆装。